啊，几点了？2:39。啊，那我又错过了我那个抢票时间。又没了，又全满了，又是秒没了。那我又错过了。应该是因为工作错过的。哎呀，我又错过了，没抢到票。我还说我想练一练我这个打游戏的这个手，练了3年，我怎么也变厉害了。就打游戏，就弹钢琴。